快点起来，咱走了，来不及了，快点。爸爸，我要上厕所，我要上厕所。哎，跑了没有啊，宝宝？爸爸，我拉肚子要请假。哎，你可别装了，每天啊都来这一套。爸爸，我可以不吃上学吗？你车子里的味道太难闻了，我想吐。那是我的错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嘿嘿，我不用吃学校了。来，宝宝，把书包背好。妈妈给你叫了Xiangdao出行的想学小专车。在这上面呀，有严格选拔的模范司机，人车双合规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Xiangdao出行联合 CabinAir 免费给小专车提供了 Nordzone 汽车空调滤网，通过三层过滤层、颗粒过滤加气体吸附的工作原理，让空气流通更快，解决车内外空气污染异味的问题，给乘客提供清新清洁的车内空气，保持车内清新。你说的那些异味，在想学小专车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。好糟糕的一天。想学小专车，让你健康出行，自由呼吸。想到的地方陪你到。